我不太熟这首歌，也是我今天在学的。感觉到好炽热，刚好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嗅觉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等不到话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这么多，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，我不会避躲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点灰心突然撞向了地球，哦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我的飞球。到底在 rap 怎么唱，我才听两三次这首歌，我从来没有这种嗜好，就是照顾那个女生一直慢慢变老。Yo，这里要怎么办呢？这里不会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，我不会避躲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点灰心突然撞向了地球，哦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我的飞球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我的飞球。我又跑调了，我赵月还不会。